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维修佬的新产品——多功能烧机神器。首先，它有三大功能：第一，主板短路维修；第二，短路拆卸电容变芯；第三，熔断拆卸尾插螺丝。首先，针对于短路维修，主线上短路采用负极接地正极烧机的一个方式，稳定它的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是4伏，然后最高的电流可以达到30安。正负极不要长时间的搭在主板上面，避免主板烧坏。首先将负极固定好，然后用正极通过点触的方式操作进行烧机。还有就是 iPhone X 以上的机型，针对于螺丝滑牙比较难拆卸的问题，尾插螺丝拆卸的原理，使用烧机神器正极搭在手机尾插的两颗螺丝上，用电机瞬间融化螺丝钉上面的防水胶圈，从而使螺丝与手机孔之间产生间隙。再使用一字螺丝刀或者是刀片进行拆卸，把螺丝拧出来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在拆卸螺丝的时候要轻触几下即可，不能长时间的去煅烧。下面开始实际的演示。